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啊，53页，讲到这三种阿毗昙啊，那我们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大概的了解啊。那这个多数都是依应顺导师的研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里是30卷。这个是30卷。好，那先来看这个发自这个所谓的一生六足论啊，那有三种毗昙啊。他这里讲到阿毗昙生即异啊。好，那阿毗昙生就是发自论啊。那么发自论啊，是依六足而成的啊啊，即异啊，大毗婆沙论啊，就有200卷。那比如说，这有200卷。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生发智论。发智论主要是两种版本啊，这个是玄奘译的啊，那么以及啊诸佛念译的啊，那一个是30卷啊，一个是20卷啊。那作者是迦旃延尼子。好，那现在来看六论啊，六足论，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就是把它的一个差别稍微做一下啊，就是说法蕴足论啊，这个六足论里面啊，基本上都是玄奘译的，但是只有这个没有啊，玄奘没有译施设足，玄奘没有译施设足，所以大概就是宋赵匡胤的时代，宋朝宋元明清的宋，所以那是1000多年啊。那么法护为晋师护啊，他们大概那个时候合作翻译啊。就是法护跟维护他，法护维护四护他们啊翻译的。那有些是说法护译1到3卷，4到7卷是维晋啊，维晋法护维晋四护啊，维晋他们译的。好，那先来看他的作者是大迦旃延啊，啊藏传的传说不太一样啊，是目犍连。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大智度论里面他前面也有说。啊，那他在啊，好，他这个是在51页里面这里啊，再等一下再来讲。他主要是提到两个而已，就是第三分是施设足啊，那这个初分是品类足啊，第三分是施设足啊，这个啊，这个大智论说这个是。啊，第三分啊，那么依罗汉经就是长阿含的四季经，罗汉经就是长阿含的四季经啊。他说是目犍连啊。那如果依大智度论来讲啊，藏传的目犍连，然后大智度论也是啊，大智度论也是啊，我们用这个话，大智度论也认为是目犍连做的啊，传说了啊，大智度论啊，就是自论的。因为他是说，我们先看一下51页这里，啊，第三分是施设足，啊，那么他说这个是依长阿含，他这里写罗汉经就是四季经，啊，就是世界怎么成立这些的啊，那么世间施设，然后他说是目犍连做的，那初分是品类足，啊，初分是品类足在这里啊，啊，这个是大智论里面提到的两个。啊，然后是这个，他说初分是，啊，里面有8品，4品是婆须蜜，婆须蜜就是室友，婆须蜜就是室友，啊，那传说都一样啊，传说都一样，然后另外有4品是其他阿罗汉座。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好，
好，那这现在来看这个施舍组品类组，好。啊，它的翻译年代啊，大概就是它这里是，如果从最早的啊，这个是比较，这个是八戒地图啊。那么玄奘最早翻译的，基本上就是看这个是六五九年啊，649年，这个是四生祖啊，最早翻的是四生祖啊，然后再翻这个六啊，再翻这个法运祖，然后再翻啊，这个是660到657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然后再翻这个，再翻这个品类组，然后就再翻这个，基本上就翻这个，啊，这个也是660到663啊，那基本上就翻这个，然后翻这个，啊，然后这个也是大概在这个中间啊，啊，这个没有翻啊，这玄奘翻译的啊，大概这样的，1、2、3、4、5。啊，这个是大概六吧，啊，657年，啊，这657比较早啊，这5、4、6，哎，这个没有啊，663，660到663啊，这663比较慢，660比较快，啊，3、4，啊，差不多啊，这个是第五，啊，这两个是都一样的，差不多啊，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啊，5、6。就玄奘翻译的顺序了啊，但是他施舍组没有翻，那他的卷数大概就是啊，这个12卷、7卷、20，他是有几十万言啊。像这里大智度论讲，他有说，他说总共啊，这个几十万言啊，那有32万、36万，六分有36万。那阿毗昙升起义就是发智度论跟大毗婆沙论啊。那么，如果玉玄奘翻的总共有120卷，总共有120卷，啊，智论，哦，我们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也说有32万言，大智度论有100卷啊，但是扣掉它的经文有30卷，所以大智度论实际上只有70卷，啊，就是翻出来的70卷而已，但是大概也有32万言，啊，那就是因为它还要扣掉。般若密经有30卷嘛，所以基本上只有30卷，经家论才100卷啊，这大智论经家论才100卷，所以他的论只有70卷。那他也说有他32万言，那大毗婆沙论翻出来了就200卷啊，然后再加上他是依发智论的，所以加起来如果依这个翻的诸侯念翻的，他有30卷啊，那依玄奘翻的也20卷，那就220卷了。那220卷他基本上。啊，32万言加，也是32万言啊，所以大智度论其实是，啊，应该是原来是很多，然后就翻一半还是翻，那么有时候翻很少啊，那就是他原来的诵述，这个是发智度论原来的诵述啊，那这个一生六祖论原来的啊，它其实是蛮多的，但是没有翻出来那么多啊，有些没翻出来那么多，那这我们先知道一下，那极意门足论啊，也是都是玄奘译的。只有这个不是而已，只有这个不是，其他都是玄奘译的。那么他的作者啊，有些说是舍利佛，有些说是居士罗。那我们知道佛弟子里面比较重论的，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居士罗，还有迦旃延啊。那么阿难也有啊，但是阿难比较没有传说。但这四个人是摩诃居士罗，他本身就是论译的，他是舍利佛的舅舅嘛。然后他跟舍利佛的爸爸辩论。就是说，舍利佛的爸爸跟舍利佛的爷爷辩论，那么舍利佛的爷爷辩输，所以就把舍利佛，就是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他的爸爸叫提舍嘛，啊，就嫁给这个，就大智论里面有，啊，那么嫁给他的爸爸啊，就是让他许配给他，然后后来就是舍利佛的妈妈把他的女儿舍利佛的妈妈嫁给舍利佛爸爸，叫做提舍，所以舍利佛又叫做依他的妈妈命名，叫做舍利子。依他的爸爸的命名叫做优婆提舍啊，他一般我们都记舍利子而已，以他的妈妈为名。那么，所以他们一家都很会辩论。那么，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啊，他的舅舅是摩诃居士罗，还有迦旃延是论义第一
那所以佛弟子里面比较论义比较有名的阿难也排在里面，另外六群比丘也都很会论义，六群比丘啊，如果依律典里面来，六群比丘都善于辩论。好，那这个所以这三个啊，我们先看这三个啊，舍利佛、目犍连、居士喽啊，或是迦旃延，你看这些都是佛弟子，这些都是佛弟子，这是传说了，当然实际上不是啊，这是后来又可能有部分，然后又改又增添又增添的了啊。那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那依《俱舍论记》来讲，它是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啊。那佛弟子基本上就这四个啊，就传说了。你看居士罗啊、舍利子、迦旃延、目犍连，基本上就这四个。目犍连、舍利佛啊，那传说不太，但是这四个是佛弟子里面算是最会论义的。那另外就是世尊族、品类族及戒身族，这稍我们知道啊。世尊族是啊提婆舍摩啊，那么做的，那么它就叫翻译天己，提婆是天的意思啊，天己啊，这藏传的翻其实是一样的啊。那它基本上就翻译的年代好，它算是最早翻的了，从玄奘里面啊，第一般一开始应该就先翻发智论。660了啊，应该是这个是第一个，但是他660到670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翻好啊，就比较谨慎啊。那最早这个是第一的，这是649啊，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比较谨慎放在后面，这个是649是最早翻的啊，所以这个世身族是比较早。然后另外啊，品类族啊，婆须弥啊，大智论也讲婆须弥啊，后面啊，所以这个婆须弥就是四有啊。那大毗婆沙论里面讲有部有四大论师啊，其中一个就是四有。四大论师是法救、觉天、妙音跟四有啊。那么法救跟觉天是持经辟义师啊，那妙音跟四有是阿毗达摩论师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写，写在这里啊，就不够写了，先把这里稍微了解一下啊，就有一个图比较容易清楚啦，不然啊这还蛮有一点点复杂啊。然后戒身组啊，他传说是富罗，富罗那不是十大弟子的富罗那，是富罗那论师，这不是佛时代的，这是后面的，他也叫富罗那啊，富罗那论师啊，那么大概是这样。那先看啊，第一个啊，法印祖啊是有部论师中最古典的阿毗达摩啊，所以有时候把法印祖放在第一个啊，比较古典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部派的论师后来都被加入阿毗达摩的论义，或是有部的论义。杂含也是这样，不管是经，不管是律，不管是论，他都会加入他们部派的思想跟观念在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杂含啊，那有部的他也加入有部的三世十有的概念，同结部的也加入他同结部啊，过他就不加入三世十有啊，他就是以现在有为主，那过去未来是没有的。好，那律有时候也这样啊，像法藏部的他就加入。啊，他就把这个他种塔，他就把塔不可以塔下啊，不可以单死尸从塔下过啊，不可以伸脚向塔坐啊，反正就很多，列了一二十条啊，非常多，其他的部派都没有一条都没有关于塔跟佛像的，这个法藏部特别重视，所以就把它列进戒律里面。那论也是这样，他会把他的论义放到他所谓的论，那这些论不一定是有部的，后来有些是有部的，但有一些只是阿毗达摩，就是佛灭后，那么这些论师做阿毗达摩。那么我们说最早阿毗达摩的大概就是这四个吧，就是说有论的，论说佛法的，基本上就是舍利佛、目犍连、迦旃延跟居士喽，基本上就这四个比较多。阿难也有啊，但这个论基本上以这个为主。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那是最古典的，啊，最古典的阿毗昙，啊，但阿拉极意门族论啊，我们看一下极意门族论，极意门族就是长阿含极意门经的解说，啊，那两本，第一个就是这个也是长阿含四季经，就是极意门跟施舍族这两本都是一经，啊，一经，只是这个是这个经是长阿含的极意门经，啊，那么但是因为这个都有，这个所谓的论基本上都加入有增定有修补，啊，把阿毗达摩的论义或是把有部的论义放进去了，啊，所以因为它这个修补比较少，啊，
它这个修补比较少，然后它卷数也蛮多的，二十卷。那因为啊，因为它修补比较少，所以虽然这个最古典，但是这个反而这个极易门竹论反而比法印竹论更古朴啊，就是它比较没有修改了啊，比较保持原来的样子啊。但是说起来是法印竹论是比较早的，但是因为它里面加的比较多，好像那个古错啊，那么稍微有修啊，那有一个没有修，但是原来它比它古，但是它反而保留比较多古的东西啊。那其实是这样，就是原来阿毗达摩的论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是有部的阿毗达摩比较多啊。那施舍祖是依世寂经的世间施舍啊，那么一开始他也不认为这个是有部的啊。不过施舍祖各个部派独子部当时有三大部嘛，上座部下来有三大部，独子部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啊，就上座部下来部派是这样嘛，大众部跟上座部，上座部下来分别说部独子部说一切有部，这三个部派都很尊重，都共同尊重施舍祖论啊。那但是就是大毗婆沙论之后啊，那么才被认为是有部的论述，一开始也不认为是有部的，后来我们现在都认为这个就是有部的一生六祖论了啊。那这个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另外啊，这个品类组啊，品类组我们看一下，是阿毗达摩的元首阶段啊，就是他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是品类组。好，那因为不够写，所以我们先啊大概知道这个啊。那这里还有啊，就我们稍微讲一下，等一下就把它擦掉了啊。那么从俱舍论书啊普光记的俱舍论记来讲，他说这个是佛事的时候，所以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啊，这佛事的时候，那基本上都是佛弟子，但实际上他都改过的了啊，但也不是原来都是，也比如说这里有十二卷，这里有七卷，这里有二十卷，都是佛弟子做的，不是啊，就是有增加啦、增垫啦、修补啦。那么也有可能啊，就是最早的原型是这一些人啊，就是我们讲如果要讲佛弟子里面的四大论师啊，那基本上就是目犍连、舍利佛、目犍连、迦旃延跟居士罗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那这个有可能跟他们有关啊，但不可能全部都是他们做的，这不太可能，因为很多论例都是阿毗达摩后期才有的，早期没有这种观念啊，早期没有这些像里面的那一些，比如说有部立的阶位，鸾顶忍是第一，佛陀根本就没有讲什么鸾顶忍是第一这种概念，其实没有啊。那像对法的这一些概念啊，那么有一些分啊名相啊，这有时候佛陀时代没有那一些啊，比如说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啊，德非德啊，那么这一些众同分，这个佛陀时代没有这种概念。那后来为了就是讲的细一点啊，就创了很多名词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论师啦啊，那我们不要以后来的论师然后就是论义啊，然后就去直接就去解释这个阿含经的，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有一些因为各部派的观点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读经你要知道这个是哪一个年代出现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讲机车就不一定是机车，它有可能是形容词，有可能是名词啊。那我们骑的机车是机车，那形容一个人很机车，那个就不是机车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概念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他现在讲这个的，比如说讲这个概念啊，比如说我们说电脑，比如说我们说火车是我们发明那个铁轨火车，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就有火车了，那个火车是一辆全部着火的车，那个是要通往地狱的火车啊，所以那个概念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概念，就是名词的底下的内涵不太一样，那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起讲啊。比如说佛陀是在讲交通，交通意思是男女行人，它叫交通啊。那么所以它这个概念不太一样，那我们稍微要了解，就是说每一个名词在那个经那个年代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啊。那是有一些像阿毗达摩里面名相太多了啊，那每一个名相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后期的，那么所谓的圣意在中观在唯识不一样，
所谓的空，在中观、在唯识、在如来这样讲的不一样，在部派里面的概论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要分这个还蛮麻烦的啦啊，就是因为它牵涉到很复杂。那你不能把这个部派讲的空，你不能把唯识讲的空拿来跟中观讲的空等同，因为它概念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唯识讲的圣意跟中观讲的圣意了意，他讲的了意跟中观讲的了意不一样。那你不能说啊，唯识也说这个是了意，那中观也说这个了意，两个人了意不一样啊。那比如说阿含经里面讲无我，跟部派里面讲的无我就不一样。阿含经的无我就是无我，部派的无我是人无我，那不是法是有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后面的资料太多，那大部分的人没有读那么多，老实讲，所以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有时候会乱掉啊。那分别这个老实讲还蛮麻烦的了。那通常哦，我是尽量不碰就不碰了，因为这些东西，啊，那就是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让我们太复杂了，其实我们是要还是要回到佛陀说的，其实就是观照五蕴身心了，啊，那所以对五蕴身心的观照，那么渐渐，就是可以啊，那么调伏烦恼啊，那么趋向解脱啊。那如果我觉得像这种太复杂哦，那么有时候我们单单学这个哦，就时间没有那么多啊。那而且你学好了还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啊？各部派那样讲，那个部派这样讲，不一定是对的啊啊。但是可以知道，是稍微知道，是大概都是把它稍微列过来，大概知道一下。好，那这个我们要擦掉了啊。那还有几个还没写啊。好，这我们就擦掉了啊。我这样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这里的一生六足论啊，然后我们再配合，因为写不过，应该再配合大智度论说的。那大智度论说的不多，大智度论就是说初品跟第三品啊，就是他基本上就讲几个而已，他其他都是略讲，然后在后面还有讲，大智度论的后面还有讲啊。好，那我们再看啊，他说品类足论。不过品类足论大概也不太依这个有部啊啊，就是品类足论虽然是阿毗达摩的元首阶段，但是品类足论有很多观念也不依发智论，不是依有部的根本思想来说的啦啊。那么但是龙树啊，我们讲到啊，我们讲品类足论哈，这个因为龙树的法相分别啊，我们看到大智论里面啊，那么讲的这些法相，因为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但是龙树的法相分别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大部分是依品类足论的，而不是依大。你看，他会引大毗婆沙论，跟他也会引大毗婆沙论跟发智论，但是讲到法相分别，那么他大部分是依品类足论，而不是依大毗婆沙论跟发智论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另外戒身足啊，戒身足论啊，戒身足论啊。那么四有只是做四品啊，但是戒身足论大毗婆沙论没有引用到，但是它成立在大毗婆沙论之前，但大毗婆沙论都没有引用到戒身足论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都是依导师的研究，我们把重点摘录出来，然后让大家比较清楚啊啊。就是龙树的论，龙树基本上是引品类足论，那么大毗婆沙论没有引用到戒身足啊。那么另外啊，四身足啊，我们刚才是讲到前面四种：法印足、机意门足、施舍足、品类足啊。然后现在讲戒身足跟四身足啊，前面讲到四嘛，五六好。他说：“这个四身足，
前面讲到啊，他说不太可能是佛灭百年做的啊，大概一世纪，不过深受发智论影响啊。啊，这六本论我也没大概稍微看，但没有完全看过。发智论我做过那个经文的那个，因为要引用它了解它的意思啊，做过那个20卷把它做分段啊。那么深受发智论的影响，那其他没有完全看过啊，这些有些没看过啊。那么但是利益没与发智论不同。这个我们对于所谓的阿毗达摩三种阿毗昙，身意还有足身足意啊，因为他这里讲三种阿毗昙，大智度论讲三种阿毗昙，就阿毗达摩，身意足，身是发智论，意是大毗婆沙论。足就是六足论啊，就六足论啊，品类足啊，品类足、戒身足、四身足、法运足啊，就想一下，品类足、法运足、施舍足、极意门足、四身足、戒身足。四身足、戒身足，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讲到的所谓的三种阿毗昙，身意足啊，分了六分，它六足是六分，但是它不一定都是依这个发智论的，不一定啊，只是有六类的阿毗昙，叫做六分，好，六个部分，那么这个是我们稍微对于这个里面说的啊，三种阿毗昙意啊，身即意，比较这个图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清楚了。那因为它不够画，我们如果把它画成一起啊，大概就这样啊。底下的这个稍微注解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如果依玄奘翻的啊，或是玄奘那个施舍主没有翻嘛，那但是那个法护翻7卷，那么现有的一生六足论是76卷，包括就发智论20卷，其他的加起来是76卷，那大毗婆沙论200卷，加起来就276卷，那他这里所谓的略说，还有广说，好，那昆乐。我们前面说过叫阿毗昙，昆乐广比诸事以类相仇，非阿毗昙跟阿毗达摩不太一样。那我们说后来本来摩耽里迦也是阿毗达摩后来我们就是说他三个有点不太一样。那阿毗达摩就是性相的分别那摩耽里迦就重大众纲要，那昆乐其实就重经义的贯通。那这是三种主要的论三种主要的论。那我们说解释的有时候叫做毗婆沙所以有时候叫做阿毗昙毗婆沙、阿毗达摩毗婆沙也有这样的。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略说讲到这里就完了略说如是瓦文一时总意尽就。如是瓦文一时就讲到这里就算大概圆满那他说这个里面讲到的广比诸事就是广比诸事的意思就是把意义相同的放在同一类里面那不是那些法相延续的分别不是这样，就是所以叫做昆乐，它其实就重在经义的贯通了。好，
那现在来看啊，啊，刚才要讲四大论师，我要写一下啊，四大啊，就是啊，写一下四大论师，大毗婆沙论的四大论师啊，这个要写一下。大毗婆沙论里面有四大论师，啊，四大论师主要是法救觉天，法救觉天，法救觉天妙音四有，啊，啊，没有，他三种阿毗昙是生意还有昆乐了啊，生意是一种啊，刚才讲错了啊。他刚才讲三种阿毗昙，啊，生跟意是一种而已，啊，就是发智论，啊，发智论、大毗婆沙论，意是解释发智论的，啊，所以生意只是一种，啊，他因为他后面是昆乐是一种，大毗婆沙，啊，我们刚才把这个两个还有这个这三种啊，那么一大智论它是这样，生跟意是一种，然后六分是一种。六分就是六祖，啊，然后另外昆乐是一种，啊，这三种，啊，这个是大智慧里面的三种阿毗昙，啊啊，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后来说有三种论，啊，就稍微想一下，先把这个讲完，大家讲这个好。那么法救，法救跟觉天，法救跟觉天。法救跟觉天是所谓的持经辟义师啊，持经辟义师有部里面的持经辟义师，不过后来持经辟义师有一些从有部独立出来，叫做经部啊。像这个俱舍论啊，很多道理都是依经部的。那这个是众论的啊，这阿毗达摩论师啊不太一样。但是是大毗婆沙论的四大论师，那我们说佛时代的四大论师，舍利佛、目犍连、迦旃延、迦旃延居士喽，啊，摩诃迦旃延跟摩诃居士喽，啊，那这个是部派时代的四大论师，啊，阿毗达摩论师。阿毗达摩的论师，啊，这个是大毗婆沙论时代的了。那佛时代的四大论师就是我们说的舍利佛、目犍连、迦旃延、摩诃迦旃延跟摩诃居士罗。好，那这个三种啊，应该写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个稍微啊，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啊，生义啊，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啊，他三种阿毗昙是指这三种啊，我们刚才写这三种啊，其实不是，他还有昆乐一的经义，三种阿毗昙是这样啊。那他说昆乐跟其他的阿毗昙不一样，那这个都是阿毗昙啊。那后来我们基本上啊，以三种论来不同啊，就写在这里好了，论的三种啊，就三种阿毗昙啊，后来大概因为越发展到后面越不一样嘛，啊，那原来摩耽底迦也是阿毗达摩啊，但是不太一样，那后来就有三种啊，三种阿毗昙，就三种论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下，啊，那这个是三种论，一个是阿毗达摩，就是阿毗昙，阿毗达摩。摩耽底迦。昆乐，那它重的不太一样，重性相分别啊，就名相的分别了，啊，名相的严密分析、繁琐的分析、严密的分析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性相分别就是它非常严密的分析，
啊，又非常繁琐了。啊，这性相啊，其实就是名相，名相的严密分析。牡丹你家种大中纲药，大纲中药了，大纲中药。坤乐种啊，种贯通经义。同一类的放在一起，然后你便于贯通，啊，有一点类似佛教这个罗诃罗，五蕴六处缘起啊，一起思考，放在一起贯通啊，那后来那通的悟啊，类似像这样啊，有一点类似像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说的三种论啊。那如果云师这个是论，那如果是经跟律，经律论啊，大毗婆沙论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论啊。如果大毗婆沙论的啊，我们就是放在一起讲比较容易记啊。啊，就是有时候记忆是因为有想到这个会想到那个，想到那个会想到这个，那么你比较容易记得住啊，所以他讲啊，经大毗婆沙里面讲到经律论三藏，那这个是三种论，这个是三藏啊，那我们就比较不会经修多罗次第所写啊，这我们也稍微记一下。经是修多罗啊，这个上次有讲过了啊，修多罗次第所显，就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啊？那论里面有三种论啊，次第所显啊，所以修多罗次第论就是你读经要明白它的修行次第，知道这个的修行，它重点在那修行次第啊，律比那也。因缘所显，就是你读律持戒，你要知道佛为什么要制这条戒，他以什么因缘这一条戒，所以他在防范些什么，他在增长你些什么呀？什么样的功德，增长戒、增长定，或是防护机嫌，或是防什么啊？那么彼难也因缘所显。啊，那阿毗达摩啊，那不有部的，这是大毗婆沙呢有部的说法，这是大毗婆沙呢，所以他以阿毗达摩为主。啊，阿毗达摩，啊，论他就是阿毗达摩。啊，那我们如果要讲三个，就是阿毗昙，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啊，分别性相啊，所以我讲有时候会讲分别所显，性相所显。啊，就我们讲一下，啊。这样比较容易记了啊，就你稍微给他想到一样，然后你就你想到这个会想到那个，想到那个会想到那个，然后几次以后你就记起来了，啊，你就不用再看资料找书了啊。这些因为这些是重点，那记起来就好啊。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就是你要这些性相分别啊，你要知道，就是你读阿毗达摩的论了，那这个是有部的，有部才重性相，重性相分别。我们叫分别所显啊，它重在分别，分别性相，法性法相啊，法性法相重这个，那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特点。那如果是其他的，它不一定是这样，它重大纲章要、大纲中要、重贯通经义。那这个，那我们如果从三种啊，大智论里面讲三种阿毗昙啊，那就是这个以发智论为主解释发智论的，大毗婆沙论是解释发智论的。大毗婆沙论是解释发智论的，大毗婆沙论是解释发智论的，它有200卷，它有20卷，啊，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般若蜜经有30卷，大智论解释70卷，加起来100卷，哈，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六足论，这个坤乐啊，那我们就可以记得啊，这个。从三种阿毗昙来讲，大智论讲三种阿毗昙，啊，一生即意解释，其实就是发智论为主了，发智论，然后解释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然后发智论其实是依六祖啊，依六祖而形成的啊，或是它互相影响了，后来六祖也受发智论影响，那发智论一开始也受六祖影响啊，就这样啊，然后一生六祖，一生六祖跟坤乐
啊，那坤热其实跟这个不一样。那六足论里面有部分原来是一有部的，那有些不是啊，就我们刚才讲过，但后来基本上都成为有部的论书了啊。那原来有些也不是有部的论书啊，这我们要稍微知道。好，然后他讲到所谓的三种论啊，一般呐 啊，后来有所谓到三种论啊，阿毗达摩、摩耽离伽、坤热啊，重性相分别啊，重大纲重要，重贯通经义啊。那大毗婆论讲到的啊，三藏啊，修多罗次第首显，毗那也因缘首显，阿毗达摩性相首显。好，那四大论师，大毗婆论里面的四大论师啊，基本上法就觉天妙音四有啊，四有就是照那个四摄论的啊。啊，照戒身足论跟所谓品类足论的，啊，那大智度论说只有前四品是他造的，啊，因为他说婆须弥，婆须弥就是四有，只有前四品是他造的，后四品是其他人造的，啊，那在这个五十一页里面有说到啊，婆须弥就是四有。好，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这样会，就是我们会记得比较清楚了啊，就重点就是他法救觉天，他是持经辟义师，啊，然后这个是阿毗达摩论是重论的。啊，这个是后来进步又从有部出来，就变成进步啊。好，那这大概是我们看，就是总结一下这里的，因为我们上次都是讲这阿毗昙总结，那里面就是这些啊。你看法相、法智、比智，就讲智慧啊。你看五十二页啊，智慧有哪几种字？他讲到有十种字啊。啊，那你看他就是分别法性、法相啊，然后。哪几个是有漏的，哪几个是无漏的，哪几个是有为法，哪几个是无漏法，无为法啊，就非常啊，就非名相繁琐，就是这样。所以外国人说阿毗达摩是这个繁琐哲学。那么大部分法跟律后来都很繁琐，就是越分越细啊。你那个律有时候你看那人说啊，这个律太繁琐了啊，太维系了啊，所以后来维系到最后。维系到最后怎么样呢？比如说你过午不食，律也这样哦，法也这样。这佛法后来就走向哲学化、形而上，然后很繁琐的这个部分。后来佛陀跟阿难讲，要入涅槃跟阿难讲，那些维系的维系戒、小小戒可以不用了，太繁琐了。所以你看戒律里面都说啊，这个那么繁琐，有些东西又做不到啊。繁琐到什么程度？你看，比如说过午不食，那过午到底是几点到几点叫过午啊？以日中为主。啊，那过了这个日中，好，那日中什么时候为主啊？要看太阳啊，像春夏秋冬不一样啊，啊，所以好，那维系到什么时候？维系到什么状态呢？你这一口饭吃下去了，日中还没吞下去，可是日中过了，那这一口饭要不要吞下去？啊，你看它维系到这个地方啊，它那因为你吞下去了，可是日中不死啊，可是你现在咬在里面了，那能不能吞？能不能吞下去？你看它维系到这个地步啊，啊，就越讲越维系啊。然后律有很多部分是这样子的。好，那法呢？法也这样，就是法跟律后来都走向繁琐啊。所以有一些它就是后来就变成随意啊，就随着你那个时候啊那个地区所适合的啊，那就。有些就不再依这个为主啊，就随意啊，随意持戒啊，有些是这样的。好，那法的部分，像持经辟义师，他就比较不重那个论义那一部分啊。你看坤热，他就重贯通经义，就不再走阿毗达摩那个路线。好，那现在来看啊，接下来看啊，婆伽婆四论。好，那这个婆伽婆啊，我们写一下啊，这个大家稍微把它记起来，这不难记了啊！啊，三藏修多罗次第所显，毗那也因缘所显，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好，现在来讲啊，婆伽婆，婆伽婆就是世尊的意思啊。那为什么翻译婆伽婆呢？啊，音译嘛啊，这我们稍微写一下，婆伽婆。好，它是这样。婆伽婆今当说啊，婆伽婆他后面下一个一就是世尊的意思。那通常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说他有几种主要的翻译，第一个音译婆伽婆，他就直接翻婆伽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意义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不翻啊，那么多义不翻了 啊。那婆伽婆啊，
那婆切婆有时候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婆切饭，啊，像玄奘翻这个药师经里面，他就一时婆切饭，啊，在四罗伐城啊，就婆切饭。那婆切饭也是印度克里斯那省的一个尊称，这个是他们当时所谓的世界上殊胜的、尊贵的、可值得尊敬的人，啊，然后是省也翻婆切饭，婆切婆、婆切饭，这个都是音译。这个都是音译。另外翻所谓的世尊重佑，主要是这四个了。当然还有其他的翻译，叫做无上啊，什么啊，天人师啊，什么啊，不是天人师，天上什么啊？它基本上意义里面来讲，啊，就是说我们稍微知道这个东西一下啊，这个音译跟意义。那么音译有两个，叫做婆切婆跟婆切饭啊，巴嘎曼啊，世尊跟众佑啊，就这四个啊。那基本上音译有两个啊，然后意译有两个啊。好，那他基本上是这样，大部分都是翻世尊啊，啊，大部分有时候佛连在一起，佛世尊啊，这十号里面其实加上佛是十一号。佛不算的话，啊，就是佛的十号是，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写一下好了，啊，先把这个写完再来写那个好了。那通常最初都是翻世尊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支罗迦谶主法护鸠摩罗什啊，最早的啊，支罗迦谶是汉朝那个时代，那么支罗迦谶。主法护，主法护，主法护东皇菩萨啊，都是翻世尊啊，啊，那罗什鸠摩罗什也翻世尊，那也翻婆切，也翻婆切婆，啊，鸠摩罗什还有罗什。都是这样翻的。那安世高也是翻安世高，安世高更早啊，伊朗的王子啊，安世高，伊朗的王子来出家的啊，那也都是翻支罗，就是安世高，鸠摩罗什比较好，安世高支罗迦谶啊，迦谶，支罗迦谶对，延谶啊，这应该是这样的啊，支罗迦谶。然后他也翻婆切婆众佑啊，就是安世高也翻，安世高翻世尊，世尊跟婆切婆啊，安世高也翻啊。那像鸠摩像罗什也翻婆切婆啊，像这里就翻婆切婆。那通常都是翻这个比较多了。那早期这个也很多，早期这个众佑也很多，啊，那玄奘就翻婆切饭，玄奘翻婆切饭，玄奘也翻啊，玄奘不是玄奘翻婆切饭，啊，这个是婆切婆啊，不是，啊，不是这个是哎，玄奘翻婆切饭，这个不是，玄奘翻婆切饭，啊，这个婆切婆是罗什，看错了啊。罗什，啊，然后啊，以安世高也翻，安世高也翻婆切婆，早期了音译了啊，啊，但安世高是最早的啊，安世高是最早，安世高，然后支罗迦谶，这个都很早。那大概是这样啊，那这里讲婆切婆，啊，就这四个啊，那众佑的话啊，我们先把这个写一下。啊，众佑的话，安世高也翻众佑，罗什跟安世高，所以翻有时候翻很多种，啊，同样的人他有时候翻这样，有时候翻这样，有时候，但是玄奘他就翻婆切翻啊，不太不一样，啊，好，那这个我们先知道，先下课啊，等一下再来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现在来讲婆伽婆啊，金刚说：“云何名婆伽婆？”啊，那我们说过它主要的四个翻译：音译婆伽婆跟婆伽梵，意译众佑跟世尊。好，那现在来看它的解释。它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大智度论的解释，一个是佛地经论的解释，那一般会用佛地经论的解释。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的这个注解里面那么有大圣义章的解释不过佛地经论的解释是一般会用的，它的这里为什么没有列出来就它的注解没有列那我们就把它补上去因为婆伽婆就是世尊，婆伽婆婆伽梵这个意思一般都是用佛地经论的解释，因为他解释比较详细但是他底下注解没有提出来。好，那我们先来看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大智论解释，他只写到一二三四你看第一个我们翻过来五十四页，这里看有得巧分别，有名声能破，但是如果我们照他的论文的意思来看，他因论生论这里二圣跟佛的差别里面，他的重点在讲他婆伽婆主要除了破烦恼之外，他还能够断习气把习气都断掉就断烦恼习能破，那当然也可以就是能破烦恼但是还有能够断尽烦恼习如果把这个，因为他也可以放在破烦恼里面，也可以另外别立断尽烦恼习那所以这个跟大圣义章的断尽烦恼习是一样的就是把烦，应该破烦恼是第一个，第七个是断尽烦恼，尽断烦恼习第七个这个是大圣义章。所以如果依大智论的解释这个因论生论这里可以看作是第五个第五个这个能破能断尽烦恼习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另外画好，那现在来看这个婆伽婆的解释先看这个就大智论有四义，那如果我们把断尽烦恼习也放进去就五义了但是他这里一讲义来讲他就这样列但是其实可以把烦恼习就是习气也放进去，这个叫破是破烦恼嘛。那我们画这个就是它里面的意思这里都有巧分别，应该巧分别不知道画哪里能成就诸善法那么可能也可以自在吧或是尊贵吧不晓得就是我们的意思了。那这个大家自己对照我们这样画可能会扰乱大家就不要画好了也可以这样画了，其实可以了好，那佛地经论讲六种等一下他有解释，等一下再来看自在次胜端严名称吉祥尊贵那婆伽梵是婆伽婆，婆伽梵这个是印度古代就有在用的，佛还没出世以前就有的就称呼这些比较殊胜的这些人或是尊贵的老师这一些的那大圣义章里面那么他讲到这个破烦恼能成就诸善法，能善解诸法义，有大功德无能胜他应该都是有印度的人来，他问他然后大概了解有这些意思的那有明文十方明文就是明文十方基本上是可以这样，或是有明文十方人大会师尽断烦恼习那后面很多都在讲尽断烦恼习，大致在讲婆伽婆，主要放在婆伽婆是佛那么佛跟阿罗汉哪些不一样那么阿罗汉不能讲是婆伽婆，不能讲婆伽梵，不能讲世尊，世尊是佛专用的那阿罗汉顶多就是应供，应受供养看佛地经论的解释比较详细一点它有六种一个就是自在自在就是没有烦恼了就是这里的破烦恼嘛破烦恼大智论里面破烦恼能破破烦恼这里是破烦恼然后它自在你看它破烦恼，然后它自在，它也是这里就是如果是这里它是能破自在破烦恼，不细数诸烦恼，炽盛猛烈自火所烧炼。就是他智慧，就是光明，我们叫做光明无量的智慧圆满
那智慧圆满啊，我们不晓得要用哪里啊，那但是他就是有智慧啊，比如说端严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么端严在这里啊，次圣端严啊，然后有德啊，这个端严妙三十二大事相啊，其实上就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佛才有啊，阿罗汉基本上没有，但是世间的这些像转轮圣王也有。好，那佛弟子顶多就是三十相啊，难陀啊，三十相名称啊，一切殊胜功德圆满，无不知啊，无人不知啊，就是他的佛的殊胜功德圆满啊。那一般阿罗汉没有圆满啊，没有圆满。等一下后面会讲佛跟阿罗汉的差别啊。那如果详细讲，部派曾经有列出来，佛也解脱，阿罗汉也解脱。大师与弟子同具同意，那么同位同一解脱位，但是还是不一样啊。所以部派的论师列出来最多好像141个啊，要我们后面再来讲啊。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不护啊，大慈大悲，大概就这些了。然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全部列起来总共大概好像是140几种啊。好，那最常见的就是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最常说的是这种啊，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好，那这个后面再来说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就是功德圆满啊，那么一切世间清净供养，贤称赞故啊，那么这个是吉祥啊，那大家都称赞啊，也是名称的意思了啊，这里啊，好，那尊贵具一切功德啊，具一切德，万德庄严。那么常常就是他有自利利他的部分，自觉觉他的部分，常起方便安乐有情，然后或者能破四魔愿，啊，那只要是死魔、天子魔啊、五阴魔啊，那么这一些啊，那只要就能够出生死啊，能够断烦恼出生死啊，那这个是佛地经论里面啊的六种，那一般我们说来大概就是大智论里面讲四种或是五种，啊，如果把断尽烦恼时也放进去的话，啊，那如果不放就四种。佛弟子论讲六种，大圣律章讲七种，啊，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婆切婆、婆切梵、世尊重用啊，那么这些的解释。好，那我们来看，再来看课本啊，那先来看大智论的解释啊，我们可以对照啊，婆切啊，那么婆啊，这个他这个解释起来叫做有德啊。那具有这个德啊，婆切婆啊，它是两个字杀在一起的八嘎啊啊，它一般叫婆切梵、婆切梵啊。那另外啊，是巧分别啊，那么就是它一个音可能有很多种解释啊，所以巧分别诸法种相别相啊，所以叫婆切婆啊。另外啊，名声有名声啊。啊，所以啊，是无有得名身如佛者。好，那这是前面三个解释。好，那后面有转轮圣王跟佛的差别，然后就转佛跟阿罗汉的差别，佛跟弟子的差别，佛跟转轮圣王的差别。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一个是法王啊，一个是国王啊，那么或是我们讲啊，转轮圣王啊，一个是法王转法轮啊，啊，一个是国王，一个是法王。世间的跟出世间的王不一样啊，所以他把它拿来做差别。那因为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佛也有三十二相啊，但是他这里没有讲到有三十二相的差别。那这个《佛地经论》里面有说到啊，那这个庄严啊，就是有三十二相。那转轮圣王又有三十二相。好，现在来看转轮圣王是梵啊，这个是就是四体还音啊，就是其实就是道立天主了，一般叫做天地四啊，这前面我们有说过了啊。那么佛法里面常说的就是天魔梵、天魔梵啊，那这里有时候讲是梵护世者。好，那是是道立天啊，就是天地四四体还音，梵梵就是啊，梵天大梵天啊，护世者，护世者有两种说法啊，
一般来讲啊，护世者一般都说是啊四天王，四王天呐、啊，啊就是在大就是在经论里面讲到护世者，四是世间呐、啊，就是护就是保护这个世间的，护持这个世间的，那基本上是指四天王啊。所以讲天魔犯的话，天基本上是刀立天，但是这个四大天王是刀立天护持这个。护持这个刀立天及这个世间的啊，他都是四大天王是刀立天主的将军，四大将军。那四大将军底下有众多的夜叉将，啊，其实是这样。好，那所以护世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指四天王，啊，那特别啊，比如说经论里面有时候讲毗沙门，也是他就称呼叫做护世者，毗沙门天王，其他的天王也是的。啊，那他就称就叫做护世者，啊，所以护世一个是指四天王，啊，另外一个就是不一定是指谁，但是就是指护世的天神，那也有可能指湿婆神，啊，也有可能指大自在天，啊，这个就是两种说法啊。那通常就是护持这个世间的，啊，护念这个世间的啦。那主要从佛法里面来讲，主要是指四天王。啊，或者啊，像湿婆神啊，那么或是大自在天啊，那么也都是好。那么就是广义的说，就是护世的天神啊。那么就是比较狭义的说啊，就是重点的说，基本上就是指四天王啊。那么无有其否啊，不管是梵天啊、倒立天以及其他的天神啊，有如果广义的说，就是护世的天神，其他的所有。天神，那么没有一个跟佛一样的，何况诸于凡俗啊，何况一般的凡夫啦，啊，世间的人啊，这天上的都没有办法了，何况一般的世间的，不是天上的，是人间的人啊，这一些，因为什么？转轮圣王是人间的、啊，他为什么要拿这个来比啊？就是即使在天上的天王，天上的天王都不及佛，何况是在人间的？人间跟天上，天上比人间更殊胜啊！啊，天上的天神都不及佛，何况是人间的国王啊！所以啊，他讲何况诸凡俗啊，指的是人间的国王。这里就是特别指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是凡俗一般的人间的人而已嘛。所以者何？转轮圣王与劫相应啊，他讲到几点。第一个转轮圣王还有烦恼，劫就是烦恼啊，一般讲三劫九劫啊，那么九十八劫啊，讲到多，那其烦恼的称呼了啊。那佛已经离烦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那转轮圣王还有生老病死啊，那但是佛已经没有生老病死了啊。好，所以已经得度啊。就是度生死河了，那但是转轮圣王还在生老病死的泥中啊，就是一般来讲啊，这个河或是泥啊，他还没办法得度。那佛已经出世间了，那转轮圣王还在世间。转轮圣王为恩爱奴仆，佛已永离啊。那像应该是四十二章经吧啊，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啊，那欲贪是生死的根本啊。那我见我爱了啊，但是从比较明显一看的来讲，就是欲贪啊，所以转轮圣王仍然在啊欲贪的烦恼中，就是恩爱的奴仆为欲贪，奴仆就是为欲贪所死，就是为欲贪所奴隶了啊。那你有这个无欲，你想做什么啊？欲贪起来了，你就不得不去做啊。那佛已经永离这个恩爱欲贪。那转轮圣王在世间旷野灾祸，佛已得离。旷野一般都是形容啊生死旷野，在阿含经里面，旷野都是生死旷野啊，无边无际嘛啊，不知苦之本际啊，然后有这个灾祸啊，灾难忧患啊，就是生死中的灾难忧患，我们叫做忧悲恼苦了。那在这个世间旷野，就是。旷野是生死啊，在世间生死受苦患，
受苦，受忧悲恼苦了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转轮圣王还在这个生死世间里面啊。通常旷野都是指生死旷野啊，啊，然后另外啊，他说转轮圣王处在无明暗中。就是还在啊无明中啊，但是佛有光明，那这个也是这个炽盛，炽盛的意思一个啊，炽盛就是佛有很大的光明啊，那么佛是第一名啊，炽盛光明中啊，第一光明了，那转轮圣王还在无明当中啊。另外转轮圣王啊，极多最多啊，领四天下。佛领无量诸世界，啊，转轮圣王只有四天下，那么一刀立天主也是刀立天主，你领这个欲界天以下，梵天领欲界天，梵天初禅天以下，啊，那么像欲界顶是大自在天，啊，那色界顶是摩悉所罗天，啊，欲界顶是他化自在天，他然后色界顶是摩悉所罗天，就是。他领的三千大千世界不太一样，就是说转轮圣王顶多就是四天下而已啊，但是佛领无量诸世界啊，那一般来讲是一尊佛是一个大千世界了啊，大千世界有非常多的四天下，转轮圣王财自在啊，他就是福报大了啊，财富自在，但是佛的心自在啊，那他转轮圣王心不自在，那么转轮圣王贪求天乐。佛乃至有顶乐亦不贪着，啊，有顶基本上是色界的啊，或是欲界的，欲界顶啊，欲界顶就欲界的最高的是他化自在天，五欲享受最高级的在他化自在天，那么色贪如色贪啊，那么色界顶是啊摩悉所罗天啊，那无色界顶是非想非非想天啊，那他们都是乐。他们都是乐，那三界各有顶，那欲界顶是欲界的最高顶，最高啊，就是五欲里面最高级享受，啊，在他化自在天，色界顶是色贪，就是那一种喜乐心的喜乐最高的，啊，在四禅嘛，在四禅，四禅的最高天是色究竟天，叫做摩悉所罗天，啊，就色究竟，究竟，那无色界。无色界是极尽乐的啊，但是那个不是涅槃的极尽，啊，那个更高一级，更高一级，那个是无非想非非想天，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欲贪色贪如色贪了，那佛乃至有顶乐啊，亦不贪着，啊，那少轮圣王从他求乐啊，佛内心之乐啊，那么欲转轮圣王是人间的啊，要有啊，因为他这一些快乐，这是百姓供给他的。啊，那么人家献供啊，人家送什么东西来啊，然后服侍他的，啊，那色界顶的话，欲界顶的话，就是他化自在天是，啊，百就是他的这些人民快乐，所以他说他化自在嘛，啊，那就是人民快乐他就快乐啊，他手底下的人啊，快乐他就快乐，他不快乐他如果没有很多的快乐他也不快乐，啊，那么色界以上他就没有了，没有中了，他自己自心快乐，啊。那非想非非想，无色界也是，啊，他不需要别人快乐，他自己快乐。那这里讲到啊，这里讲到，因为他讲到转轮圣王跟佛的差别，所以转轮圣王是从他求乐，佛是内心自乐，以是因缘，佛胜转轮圣王，诸于示范护世者，啊，那这个亦复如是啊，都没有办法。啊，都没有办法跟佛比较啊。不过跟转轮圣王比起来，更殊胜就是了。啊，那这个如果四天王啊，四天王一定比转轮圣王厉害的。那么刀立天主又比四天王好。那么其他的啊，就是四天王以上的，刀立天主以上的啊，梵天又比刀立天好。啊，梵天又比刀立天好。那其他的天神就不一定啊。其他的天神看你是色界天的
啊，还是二禅天、三禅天啊，或是无色界天的，就比梵天好啊。那其他的天神也都比，也都比这个其他的天神，除了四王天底下是四王天嘛，然后倒立天嘛，那还有很多天神啊，啊，那所以也都比转轮圣王好啊。所以说与转轮圣王小胜。好，这个是第三个有名声啊。好，那这里转轮圣王跟佛的差别，如果要把它放在六，如果有可不可以放在，比如说啊，那么有大功德无能胜这里啊，或是端严，我看看这个放在哪里啊？门愿次人所造入故，一切殊胜功德圆满名称啊啊，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因为它这里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啊，有名声底下啊，那么它算是可能是一种解释啊。如果我们把这里就变成六种了，有名声，然后这个佛在某些部分其实是超越一切人的，啊，超越其他的这些天神跟人，啊，那这个其实可以看是六义里面的哪一义了，啊，也可以啊。或者是端严啊，或者是吉祥啊，然后他有讲能破四魔愿，尊贵尊贵啊，那四魔就是烦恼魔、天子魔、五阴魔、死魔嘛。好，所以有可能可以放在转轮圣王跟佛的差别，有可能，因为他这里是在解释婆伽婆的不同啊，那所以这里也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意思啊，解释婆伽婆的一种意思啊。那以转轮圣王来说了啊，所以如果就把这个加进去，然后把后面跟阿罗汉的不同加进去，就有六种了啊，就有六种。但是这里依他的讲义来讲啊，他是这样分四种，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也可以分五种或六种。好，因为他这个都是在说明他的殊胜，佛的殊胜啊。好，第四个能破。啊，我们来看，那能破淫怒痴，就是能破烦恼了啊啊。那他从能破烦恼里面，包括就是能破习气啊，他后面就解释蛮多的。好，这个在破习气，这个在大智论卷27里面也有啊。那我们先来看，他说啊。这个二圣虽断烦恼，犹有习气残留。的阿罗汉辟支佛啊，虽破三毒，气分不尽。啊，那譬如香在气中，香虽出，余气固在。啊，那又如草木，心火烟烧出。炭灰不尽，火力保固。佛三毒永尽如余，譬如洁净，火烧须弥山，一切地都尽，无烟无炭啊，就没有残余的习气了啊。那底下就举了几个阿罗汉来做比喻啊。那这个在卷27也有啊，因为我们这个书只到卷12而已啊，那大家可以看啊。那他说：“第一个举舍利佛，第二个举难陀，第三个举毗邻伽婆伽。好，那譬如人被锁，出脱时行游不便。那舍利佛是嗔恚的习气，那嗔恚的习气大迦叶也有，舍利佛也有。难陀是淫欲的习气，毗邻伽婆伽是傲慢的习气，啊。”那如果依大智论里面来讲，啊，就是说，因为舍利佛称谓的习气，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啊，把前面的稍微看一下啊。就是说，这里有时候也用这个乳母衣来比喻啊，就大智论有另外一个比喻叫乳母衣啊，那就是已经洗过了，但是它还留有那个习气香气啊，那。所以他用了几个，一个就是火烧不尽，所以他还有烟有炭，火力比较薄。那么
气香在气中，香虽出，余气还在，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或者用乳母仪也是一样，有那个香的余气，那烧火，那个火不大，没有那么猛，所以火没有那么猛，所以它烧出来的有一些烟，啊，会留下一些碳，啊，残渣啦。如果很猛的话，啊，就没有完全没有残余，啊，那这是第三个。啊，第二个了啊，就香气跟那个烟炭啊，烟炭这两个啊，两个比喻，还有一个就是人被锁锁链锁住啊，那么脱掉锁链的时候，仍然啊有那一种习惯啊不方便啊啊，所以他是总共用了三个，总共用了三个，那三个里面举三个人，举三个人，舍利弗、难陀跟毗陵伽伯切。啊，所以譬如人被锁出脱时，行犹不便啊，可以放在如舍利弗前面啊，就是这他总共举三个譬喻嘛，然后举三个人。好，大家先来看第一个，舍利弗称心的习气啊，那他这个《大智度论》的作者不是《大智度论》的翻译者是鸠摩罗什，那鸠摩罗什基本上。的那个时代，鸠摩罗什所依的也是十诵律，不过我们会看到鸠摩罗什引了很多十诵律的东西，那么这个也是十诵律里面，升起律里面也有，但是这个里面是有些是十诵律里面记载的。那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是舍利弗，他说有这么一个时候啊，那么舍利弗从禅起惊醒。罗诃罗从佛惊醒，啊啊，那佛从禅起惊醒了，那罗诃罗从佛惊醒，啊，这个是讲佛在打坐，然后从打坐起来，啊，然后舍利弗就跟着佛。如果依十诵律来讲啊，它是这样的。不过这个要依十诵律看起来比较合理了，也比较容易解释了，啊，那它是什么呢？啊，它就是说。这个啊，我们先看大智论好了，等一下再来依十诵律来讲，啊，这十诵律看起来比较容易解释啊。他说，这个佛在惊醒的时候啊，就是打坐起来惊醒，那罗诃罗就跟着佛，那佛就问罗诃罗，你为什么这么瘦，面黄肌瘦了，啊，何以盈瘦啊？就为什么这种面黄肌瘦？哦，羸瘦，何以羸瘦？怎么瘦弱？啊，羸弱啊。那么罗诃罗就说：若人食油则得力，食蔬者得好色，食马仔菜就是芝麻榨剩下的那一些泼啦啊。我们有时候台语的肉泼啊，肉泼啊那种，猪肉榨完油，那个剩下那一些肉。那一些肉泼、啊、肉仔啊，那麻油也是，麻油炸了之后，那个油炸出来，那个精华完了之后，剩下那一些就比较没营养了。然后马仔菜就是用这些油啊，你不是用那个比较好的油去炒的，你是用这一些比较就是剩余的，那比较没有营养，那个营养都被炸完了，剩下那一些比较没营养的，比较没有油的了啊，那一点点的啊，比较没营养的，那营养都被炸出来了。那一些去炒的菜，其实是这样啊。那他所以说食马仔菜，以马仔啊，马炸完之后的那一些马是芝麻，炸完之后一些破啊，那一些渣仔，然后再去炒菜的，所以它比较没有油，没有营养啊啊，是这样。那么所以就无色力，就没有营养，所以没有力量，啊、看起来不好看啊，颜色就不好，气色就不好嘛，因为它没营养啊。啊，大德世尊自当知，啊，他说世尊啊，那么自己知道，啊，那佛就问罗诃罗，是众中谁为上座？那就问啊，那当时谁为上座？那这个意思看起来就是一般来讲说啊，你的师父是谁？但是如果依十诵律来讲，看起来是比较合理。所谓上座，就是说十诵律是这样讲的啊。那就是舍利弗有一天接受供养，跟后面比较连得起来了。舍利弗应供，然后就带着比丘啊一群人，
那一般吃饭就是要不起食就应供嘛。那应供有人数限制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居士我今天要供养300个啊，然后就派300个人去，然后供养100个啊就100个，我要供养10个啊，看不一定嘛。然后叫僧次啊，从上座开始啊一直去，然后那时候舍利佛应该也有跟去啊，不是舍利佛是主要的上座，那个时候就是舍利佛带领这些上座、中座、下座还有沙弥啊，通常分这些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从实诵义看哈、哦，比较清楚了啊，因为罗什有时候会简易啊，就简单，但是实诵义看就比较清楚，他就是舍利佛去应供啊，舍利佛应供。那舍利佛应供带着他是上座，他是上座，然后上座会带着中座，其他的上座就是比他底下的，然后下座，然后沙弥啊，他的次序是这样的，然后去参加，然后看人数不一定，看施主是要供养多少人。好，那舍利佛应供带着这些人，他是上座啊，带着这些人，带一群人啊，然后带领众生。然后看人，然后他可能供养的比较多，所以沙弥也带去，啊，然后吃饭，啊，那吃饭的时候，依实诵律来讲是，他是说这样，啊，吃饭的时候，这个舍利佛啊，他分两个居士比较有分别心，啊，他分上座的这一部分，啊，上座跟中座的这一部分，啊，就一般的。啊，他吃的比较好，啊，吃的都是那个麻油炒的，那个菜也比较好，啊，然后那个下座，就刚出家不久的比丘以及沙弥，吃的就那个饭比较不好，那个都是用那个渣仔麻油炼剩下那渣仔炒的菜，那个菜也比较不好，就是色香味比较没那么好了，也没那么营养了，啊，那因为他有分啊，是居士他有分别心嘛。所以后来佛陀才会呵责舍利佛，说他食不进食啊，就这样才连得起来了啊。然后那沙弥就是罗诃罗嘛，沙弥不多嘛啊，罗诃罗，当时不知道有几个沙弥，不晓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供养的。好，那所以他带领这些人去。那舍利佛吃完饭，舍利佛是这样，他犯了两个过失啊，所以佛陀呵责他啊。所以说他不进食，或者他没有等什么食，我看一下，啊，说他没有其他的讲啊，我看一下，啊，好，等不知等食法了，啊，他喝者舍利佛是因为。喝者舍利佛说他不进食，是因为啊他没有不知等食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事。等食就是平等受食啊，那平等有两种，一种大家应该都吃一样的，第二个应该是大家都有得吃，而且大家吃的是一样。那因为舍利佛去了就。因为很多人，然后舍利佛去了，人家安排是在贵宾室嘛。舍利佛跟其他比较上座比丘是在贵宾室，那其他的就是在另外的地方。那舍利佛带进去吃了，他就开始吃了，然后吃完，其他人有时候还没来，其他人还没来，啊，还没得吃。那因为你一开始去，大家就吃了，吃完了后面来的，前面都吃完了，剩下些菜渣或者现在就比较没有吃那么好，啊，所以。一个就是后来佛陀就规定，第一个，那个带领的人上座哈，带领上座要看大家都全部到齐了，那么才可以吃饭。不要你先去的先吃，那后面来了就没得吃了，就吃剩下的。啊，第二个，那个不管是上座中座要平等，你不能够哦上座都吃好的，那么这些沙弥下座都没得吃，啊，所以他主要是。舍利佛没有尽到这个上座的责任，好，所以他说他不进受不进食，是说
他吃这一顿饭，他去应供吃这一顿饭，不如法了啊！就是说，他没有照顾到下座跟沙弥，也没有等大家全部到齐了，都有得吃，他没有去关照到了啊！这个是你的责任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乔三说不进食啊，然后现在是这样，现在吃完了之后，就是舍利佛吃完了。那个时候佛也有去，啊，但是舍利佛是在也有，一般来他这里讲是说也有请佛啊，还有请舍利佛，然后舍利佛是上座是带领的，然后佛坐中间嘛，然后其他的他是要关照这一些，然后这个吃晚饭啊，这里是说佛在清醒，已经回去了，然后舍利这个如果这样讲佛是没去的，啊，但是今天本来就有很多版本了，好，那。依十众律的就是佛也去，然后吃完了，舍利佛就开示，舍利佛开示，开示完了，舍利佛就走了，就先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佛没有去了，但是有时候有佛有去，啊，就然后舍利罗诃罗吃完了，就到佛这边来，因为他吃的少，又没什么的吃，然后佛就问他：“那你吃饱了吗？吃的好不好？”舍利佛就说：“那有吃。”有的吃的人就吃得好了，没有的吃的人就吃不好，啊，就这样。那佛就故意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吃的都是那一些人家吃不要的啦，那是没有营养的啦，所以就他也可能罗诃罗，你也不可能一餐吃不好就气色不好啊，对不对？一餐吃不好也不会怎么样啊。可是他气色不好，可能不只是一餐吃不好而已啦，啊，那就是也没有注意到了，平常沙弥都是在后面托钵的嘛，然后人家供养的，大部分人也有分别心啊。这供养的都前面供养的那些上座啦、阿罗汉，当然都是比较好。所以即使一餐你去应供一餐吃不好，你也不会就气色不好了啊。但是罗诃罗可能也是长期都舍利佛没有照顾到他，所以从这里讲，你的和尚是谁，或是上座是谁啊？那我们把这些都起来看，就比较会合理了。那所以他就说，那我的就是这一次带去的上座是舍利佛，佛陀也知道啊。啊，后来佛陀就说，舍利佛已经不在，或者就是说舍利佛食不进食。那这种话就传到舍利佛的耳朵里面了。那舍利佛就把他吃的吐出来，挖了吐出来，而且从那个时候他说，从今开始我不接受因供，我只有乞食，我不因供。啊，就讲这个。那这些须达多长者啊，这后面就有讲，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就说，和尚是舍利佛，世中谁为上座？啊，是我的和尚舍利佛啊。那么就是带领去的上座了。好，那佛就说，舍利佛食不进食。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上座，就是你是负责的人啊。那么你要第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就。戒律里面就有规定，第一个，你上座如果带领人家去应供，你要看到这些人都做好了，而且都有来。你说那有一个还在外面，或者有两个没有来啊？就是他有去，但是他比较后来，因为人很多啊，人很多。那你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排好，如果我们现在有500个，那一个一个排好，先来的先吃，那吃完后面就没得吃了。啊，所以大家都做好了，然后按次第按戒啦，啊，都排了。那个上座要观察啊，差不多做好了啊，然后就吃，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第一个大家都有得吃，这是第一个标准，大家都有得吃。第二个大家都要吃一样，啊，你不能说哦，那个上座那边都吃的是好的，色香味俱全的，那么沙弥跟下座这边。啊，都是吃不好的啊，吃那些比较差的啊，那这样一般就会有怨言了 啊，那也比较，所以后来讲利和同均嘛啊，如果出去，那基本上啊会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东西了。所以啊，舍利佛食不进食，这个时候舍利佛转闻是语。那即食吐食，把他早上吃的全部吐出来了，啊，即自作誓言，从今日不复受人情，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接受应供了。就是什么，我就常乞食，我只吃乞食来的。
我不接受英共，因为英共他没有注意到啊。然后波斯匿王长者悉达多啊，悉达多长者来到舍利佛的地方，跟舍利佛讲：佛不以无事而受人请，佛很少去参加应供的，佛很少啊。那么这个如果今天大德你啊，就大德舍利佛还不受请，那我们这些在家中怎么样能够得到福报呢？大信清净就是能够得到，能够从这些长者里面啊得到福报。那这些主要是居士供养，那么都会有一个负责的人负责说法啊。那如果舍利佛带领，那么是舍利佛负责说法，大家是上座，大家就是负责说法啊，其实是这样。那希望能够从这些大德身上，那么能够听闻法义，而且得到什么啊，得到清净，就得到正信，或是得到可以正果了啊，可以得正见。那么所以啊，那能够得到啊这个信心清净，好，我们就叫清净心、净心。好，舍利佛就说：“我大师佛言啊，我师父跟我说，我吃不净，我因为应供啊，那么吃的不净食，所以我现在不再受人请。”那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就到，因为舍利佛说不受人请就不受人请，他没办法啊，那么他就去找佛啊，说跟佛说。佛不常受人请，舍利佛亦复不受人请，我等云何心得大信？那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些圣弟子里面得到啊净信呢？愿佛赐舍利佛还受人请，希望佛去跟舍利佛讲一下，希望啊他以后还可以接受应供啊，接受我们的供养了啊，应该也接受我们的供养。佛就跟他讲：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佛这时候就引本身因缘，就本身经了啊。舍利佛过去做黑蛇的本身经，过去本身就是过去生了啊。就舍利佛过去生曾经做过一条蛇啊啊。那还有一次，这是另外一种，还有一次也做过一条毒蛇，守护那个一罐啊三罐那个黄金啊。反正过去都这些阿罗汉过去也堕过恶道了。像佛也做过什么鹿王啊、鱼啊，哈，反正也做过很多种，哈，啊，然后于是波斯匿王，那这个佛就说这个人不可移转啊，那他就开始引这个本身经啊，舍利佛的本身经啊，本身，昔有一国王为毒蛇所啮啊，被咬，有一个国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已经快要死了，亡时已死。这个国王被毒蛇咬啊，那么将要死，呼诸良医令治蛇毒，就跟这一些医生讲啊，那么有没有办法治疗这个蛇毒？这个医生说：还令蛇漱啊，漱就是把那个毒吸回去了啊。当然这个也很奇怪，那蛇把毒注出来，哪有办法吸回去？啊，不过这个是当时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你哪一种蛇咬的，你要去看是哪一种蛇，你才有办法有那个血清啊。啊，因为你不知道是蛇，不知道打什么血清啊。啊，那毒气乃尽啊，四时诸医各设咒术，所念亡蛇啊，寄来亡手啊。这个医生啊，用了一些咒术念咒，可以让那个蛇啊自动咬到国王的蛇，可以自动过来，啊，这个也很奇怪了。那我们听故事就好了，不要当真了啊。那么诸医积心燃火啊，刺蛇啊，那这些医生就拿着火啊，那用木材烧火，然后就跟蛇讲：你要把你的毒吸回去，还漱奴毒，漱就是吸回了啊。若不尔者啊，当入此火，如果你不要的话，那么要让你把你丢到火里面烧死。毒蛇就说，毒蛇心里面在想：我既吐毒，云何还漱？我既然已经吐出去了，我就不再吸回来了啊啊！所以此事俱死啊。那么这件事比死还严重啊。
那么我可以死，我也不把毒吸回来。据此就是胜超过让我去死了啊，叫我把毒吸回来，比让我去死还严重，还难过啊，还就是说，就是这件事剧就是剧烈嘛，就是过超过这件事叫我把毒吸回来，比叫我去死还不可能啊，还更超过。心里面想了，思维心定，即时入魔。啊，那么这个时候毒蛇就是舍利弗啊，他甘愿去死，他都不愿意把蛇毒吸回来。啊，所以从这里来讲，世事心坚不可动。啊，所以他每一次在做毒蛇的时候都有这种习气。那么现在做人呢，依然有这种习气。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也有292页，292页，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292页。啊，另外有一个啊，这个这里有讲到舍利弗的称心习气也有，这里是讲另外一个是啊，我们看一下292页，舍利弗的称心习气。那下面这个舍利弗非一切智啊，依这个阿婆昙那经啊，大方便智经，这舍利弗跟佛一起惊醒。那有一只老鹰啊，那因为被那有一只鸽子因为被老鹰追啊害怕，老鹰抓鸽子来吃的嘛，就飞到佛的旁边。那佛惊醒的时候要飞到这边来，那佛惊醒的时候，那个影子覆盖在鸽子上面，鸽子的身体安稳，不会害怕。那等到因为舍利弗跟在佛后面嘛，那等到舍利弗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影子放在鸽子身上，鸽子就开始害怕，啊，那为什么？那这个舍利弗就说，为什么佛的影子照在鸽子身上，鸽子不会害怕？为什么的影子放在鸽子身上，鸽子就会害怕？啊，那个也是舍利弗的称心的习气，啊，也是舍利弗的称心习气。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是第二种。就是经典里面在讲到舍利弗的称心习气，除了讲到啊，那么这个蛇啊，就是讲佛说舍利弗因为应供啊，那么没有照顾到这一些下座跟沙弥比丘，所以他是食不见食，舍利弗马上吐出来，而且从此不接受应供，不接受供养了。好，那这个是一个称心的习气。那讲到他过去生啊，过去生的做一条蛇，宁愿死也不把，即使可以把这个毒吸回来可以活命，他也不愿意，宁愿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到鸽子啊，这个鸽子的影子，佛的影子覆盖在鸽子上面，鸽子不会害怕。舍利弗的影子覆盖在鸽子上面，鸽子会害怕。那舍利弗有称心的习气，所以那个鸽子还感受到了，所以他会害怕。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是讲到啊，这个也是在升起力里面啊，他是说到这个啊，有一个比丘啊，曾经因为他身体比较高一点，然后他的尼斯坦啊，如果来做盖腿的时候啊，盖不到啊，那坐的时候就打坐的时候盖不到腿，那么拿来垫的时候，打坐垫在底下也垫不到，然后他就觉得佛是一切智者，他心里面这样想，就讨论了，佛是一切智者，怎么没有考虑到这种事呢？啊，就是怀疑佛是不是一切智者了，不然怎么这种事他怎么会考虑不到呢？啊，那么这个就觉得佛治这个尼斯坦的这个长度和宽度了啊，那不是很合适。那佛不是一切智者吗？怎么这种事情都没有那么考虑那么周到了啊？然后就这么议论了。那这种议论后来传到佛的耳朵去了啊，就说怀疑佛是一切智者，佛其实考虑事情也没那么周到。那佛知道了啊，就去他就是后来他们这些比丘去问佛。啊，说佛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个？然后佛就跟这些比丘说，谁是你们的上座啊？就是管他们的了啊。
然后他就说舍利弗，后来他就也批评舍利弗，呵责舍利弗，说舍利弗，当这些比丘，佛就去把舍利弗找来，然后就跟舍利弗讲，当这些比丘在怀疑佛的时候，那你怎么没有出声？就说你是知道的，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做这个尺寸啊？那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没有讲话，没有跟他们解释明白呢？啊，而且让他们这样在批评佛啊，那所以你这样有过失，你去罚站，在太阳底下罚站，那个时候太日中，你去罚站，佛也舍利弗也被佛罚站啊，那舍利弗就去罚站，那个是太阳正大的时候啊，你去站在啊，不知道叫他站多久，不知道，因为有时间了，就你去那个时候正是日中，你去太阳底下罚站，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要出来讲话，而且要解释，你不要让这些比丘对佛的智慧产生怀疑啊，那你是可以解释的，那论义啊，那四大论师之一啊，佛弟子四大论师，你怎么不解释呢？啊，你现在去罚站，去日中罚站，太阳底下罚站。那这些比丘看见舍利弗去罚站，啊，心里面不忍，因为舍利弗依这个阿毗昙毗婆沙啊，就是里面讲啊，这个毗尼毗婆沙里面说，舍利弗是多病地狱，常常生病，身体不好啊，太冷也不行，太热也不行，啊，舍利弗常常生病啊，那他就觉得啊，舍利弗身体这么热。他佛陀，你还要他到太阳底下罚站，因为他太热，有时候也不行，太冷也不行，啊，然后这些比丘心里面就很难过，就去跟佛说，啊，世尊，你不要罚他罚站了，舍利弗身体这么虚弱，啊，你就原谅他，不要让他罚站了。佛就说不是的，舍利弗就是因为没有晒太阳，啊，我现在罚他就是让他去晒一下太阳，这样对他身体比较好，啊，其实是这样，有讲到这件事啊。然后现在，所以我才故意用这件事去罚他罚站的。那现在你就叫他不要站了，他也要站到佛陀叫他站一个小时，他绝对不会59分59秒下来。当然，那个时候没时间了，所以说他会看那个日钟。佛陀叫他站到什么时候，他一定会站到那个时候。他的心非常坚定，没有人能够改变他啊！因为这个是，就是说我们讲到佛舍利弗的称心，基本上有三件事啊，一个就是他没有照顾到下座，因为罗诃罗的因缘没有照顾到下座比丘，所以佛陀说他不知等食法啊，食不进食，不知等食法，平等受食，然后大家都有的吃，没有，你是一个上座，你没有关照到这些事，你有过失，说他食不进，所以他马上吐出来，从今以后我不接受应供啊。第二个是鸽子啊，佛影覆鸽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当时的，然后他讲到本身是那个黑蛇的故事，那鸽子经过佛的影子不会害怕，经过舍利弗的影子，因为舍利弗还有称心的习气。第三个就是因为尼斯坦啊，比丘学的佛考虑不周到，那么佛呵责舍利弗，你应该要做解释，你没有啊，就是你上座要做解释吗？那你没有，所以你去罚站。那么比丘跟他求情，他说：“这个舍利弗这样就是这样啊，但是他罚站也是要让他晒个太阳啊，身体好一点的。但是即使我现在叫他，好了，你可以不要罚站，舍利弗也要站到佛跟他说的时间到为止啊。那就这三个啊，大概因为这里只讲一个了啊。然后另外那个卷十一那边啊，卷十一那边有讲一个。”就是佛影覆歌啊，那就有这三个，这是关于舍利弗称心的。那么称心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大迦叶啊，大迦叶呵责阿难啊，那这个也是有称心的习气啊。然后佛叫他为比丘说法，那么他也不愿意，因为他看见这些舍利弗的弟子，那目犍连的弟子跟阿难弟子啊要吵架，他也不高兴啊，那不要。大迦叶也有称心的习气，就是称心的习气。基本上比较有名的就是大迦叶跟舍利弗，当然六群比丘有一些也有称心的习气，都有了。其实大家多少都有，但是就是从阿罗汉来说，啊，那么即使已经证了阿罗汉，把称心都断掉了，三果就把称心断掉了，但是仍然会保留有称心的习气。好，
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讲到舍利弗。好，那其他的就我们下次再来讲啊。其他的就还有两个，一个叫毗陵切婆切，慢心的习气啊；一个是难陀啊，贪心的习气啊，就贪嗔痴三种。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